哎、欸，好小、啊。扯了吧，这个正常来说，这个灯下来会打到这个爆筒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对，怪了，好奇怪啊！普台地，不出水壶，看到雅哈哈了。他会跑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按了，按桥我脚。我在这里等，妈的！哎、欸，干我按了，操你的！直接飞上去，太会了吧！
而一阵风让我飞上天啊。那谁和谁打啊？一比。什么？铁锤快坏了。西班牙 VS 伊朗，现在都还是积分战吧，32强比16吧。越位不算，没有。西班牙这么惨哦！然后下雨，屁雨啊！这个几乎快直角，他到底是怎么走的？阿尔塔尔台地，走到这，然后再过去看这里。先上个厕所。
这么多路啊！看起来很可疑。好爽哦！噔噔噔噔噔！噔噔噔噔噔！晚来这里就会有一堆箭。吃快喷到处都是，听起来好恐怖。被发现了。竟然发现得到，我绝对不是等闲之辈啊。还是必要的。
老鹰，想去打他的肉啊！《射雕英雄传》。一个山脉的概念。你没有发现吗？暗示一定有看过啦，只是不知道多久了，把它说都忘光光了。特调什么？小龙女跟那个吗？霍尔。那是《神雕侠侣》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是那个吗？那个黄郭靖吗？郭靖跟黄蓉吗？哦，《神雕侠侣》跟《射雕英雄》搞混了，抱歉。小女。小龙女跟伊志平靠腰，志平是那个耳男吗？妖侠女了，干！都没有的感觉，那我就只是来收集食材而已吗？嗯，爬这么高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认真。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不好说。会吗？我觉得那时候强暴就很多啦，我不敢。
敢抱一个耳男呢？当然有耳男啊，大家才会讨厌他。我说这个坑是干什么用的 ？I see you。那个年代不就是，女生被玷污，然后就要嫁给那个人吗？不然就不守妇道啊，干嘛的？不纯的。那年代就是这么恶心，没错，恶心的。看到肚脐就算玷污，这没那么夸张了，好不好？这看《金瓶梅》最准确。什么都没有。干你老三住。爸，弄到西瓜汁。都要去拔刀，我们就去拔刀。然而我们可能要先睡一觉。拔刀在。一把刀拔出多少林克的性命？
每次来这里都感觉顿顿的。要说你好的中午，对。守护我香甜的感觉怪怪的，这应该要空出一格啊！把什么东西丢掉啊？好了。骗人，刚刚名就还没拔出来。只能说有事没事，看什么真人萝莉，看二次元萝莉就没事了。二次元才是正义呀、啊！いつの日か。あなたの主がここを訪れるまで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あなたの言うように長い眠りが彼の記憶を奪ったとしても、那是阴影还是公主脏脏的。あの人はまたきっとあなたの前に現れます。哦，原来真的是公主脏脏的。ハイラルの姫巫女よ、そなたこれからどうするのじゃ。先去洗个澡吧。この剣がマスターソードが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。私にはやることが、まだやれ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。应该是土壤吧？看他身上一堆土，应该是在地上打滚。姫巫女。デクノキ様、いつの日か彼がここを訪れたら伝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？私は。さてさて。他の者に聞かせる言葉は主の口よりこそ。我觉得那些话应该由你亲口告诉他吗？但是我也很想听，所以说来听听吧。はい。在地上打滚，听起来就很脏，就像猪一样。啊，怎么剑插进去，剑就变跟新的一样啊？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其实长老也是挺八卦的啦，他一定有听，告诉我们的。好像日本武士哦。忍者、是忍者吧。今主が見たは100年前のこの場所。その剣が主の手を離れ、ハイラルの姫巫女によってこの地に運ばれた時の出来事。好像不会坏吧。あの娘は今もハイラル城で懸命に戦っておる。脚都哪插得进去？这不清楚。必ず来てくれると信じてな。あの娘の笑顔。真想再看到她的。今一度見てみたい。原来是笑容啊。
说中的驱魔之剑，闪耀的剑身蕴藏着可以对抗灾厄的神圣力量，只有被此剑选中的勇者才能使用。这把剑名为大师之剑，当他面对灾厄加农及身怀其怨念之人时，剑身会放出神圣光芒，并发挥真正的力量。但万万不可过于依赖，要是乱砍气伤到了剑，剑很快就会失去作用，到时就只能等耐心等待剑自我修复了。若是要讨伐加农，只靠那把剑相当危险，为了做好万全准备，还是先将神兽解放。他用坏会自我修复进 C 这样。又要开始爬树了，妈的！他现在不在，两点会离开。可以考出 Excalibur。就不讲话啊。小心让跑走了。好欸，他飞太高了吧？可以下来一点吗？没有魔物猎人那个捕虫网啊。Hello， 那是不是要让我使出必杀技了？干，对，下来啦。干，吓到了。征求你啊，带回去。
的。没有，那个是我关台的时候从我从1700然后一直读宝箱读到5000，好不好？今天进度只有1200。棺材在那边煮宝箱，煮宝箱跟那个跟刷剑，放火烧身里，没那么气啦。觉得到底是喵喵，画面拍过。放手机，下次再来。这里到底怎么插件插进去？不用，他会免费让你多一格哎，干！把我的剑，如果还在的话，剑不见了 ，QQ。其实烟卷盖的厕所是怎样？恢复星星，星星被分解，被书分解了，没必要吧？你现在写这样，就其他神庙都拿来加精力就好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吧？觉得硬是去换反而更贵啊。抱歉，继续害他们。这样没炸到吗？有，
对他还笑死。奶油豆啊，什么东西？龙骨茉莉布林棍，我要普通的茉莉布林棍啊。将就点，用别系的。东西好满，看到就烦躁。哎呦，新月月吗？月月是这种程度而已。这速度长得特别奇怪。真的耶。这速什么都没有。不能砍、欸、
常是因为他本来就血少，就可以这样炸。动物血少可以这样炸，可是像我刚刚炸怪物炸半天啊。好想，好好适合睡觉，不觉得吗？我不止遇过一次，好不好？起来真的很想睡啊，就我平常也都睡很久的，我今天也是睡了12个小时这样吧。别上吊啊，树脂罗兰好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是快坏了。哇，那边可以爬。边是什么？那棵树看起来也有蹊跷。怎么附近这么多这种东西啊？
跟我要去的地方反方向欸，可是不去又全身不舒服，干。一支箭20块，不是，现在是5支箭20块，那是木箭。一支箭20块很贵，是那个火箭。有东西可以炸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一个盾。东西要毁掉比较好嘞，高一定全部都炸下去啦。看脚气，人都在下面呐、啊，啊！有可以爬上来，真是太棒了。沿此路可抵达格鲁德峡谷驿站，进入沙漠前请务必造访老板。
抽筋是不是？噔噔噔噔good。还有一个。延迟路是什么路啊？这里会有冰冷凤蝶啊。